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星，我是乌雅雅。耶！那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玩我们的千户之屋家族秘密。有，那今天我们邀请的来宾就是乌雅啦，乌雅打声招呼吧。嘿，大家安安。就这样吧，没有什么要说的吗？我们要来揭开家族的秘密，家族到底什么秘密，干了什么勾当？你有看我第一集吗？我没有，我还没看，狗妹呢，还没看。没有哦，坏坏，居然没有看，我不去看你的那个 EP2。不要这样，还没没看有啊，呢，今天都乌在鸦，赶报告。跟一些可能不知道的人讲一下，就是乌鸦是我原本 Fashion 团队里面的实况组，女实况组。对，那我两个现在都单飞啦，对啊，哎，人数团爆多，这么开心。赞啦！好啦，就是说一下，就是乌鸦，乌鸦大大耶，啊，那个。没有大大，三角。啊，乌鸦的影片的话，基本上在影片下方都会附他的那个频道，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订阅。那我们就差不多先开始喽。Go！哈基，哎，怎么说？哈基米吗？はじめまして。啊，哈，哎，是哈基米吗？你要讲什么？开始的，はじめるぞ。啊，Go！我忘记怎么讲。我们上次是差不多算是卡到这个地方。要找什么？查理玩得很开心，我们找到一大堆东西，然后好多。就是现在这边有一个草丛啊，有一个草丛，然后它上面有一个东西，可是他说要用东西把那个树枝剪掉倒嘎都。才可以就是拿到这个东西。所以有东西可以用吗？没有，因为火烧啊。就不行啊！啊，他说我不能把这件物品用在这里。啊，难过。然后我这里还有个烟花，烟哎，花拿的烟花去，为什么会有不烟行。花？哦，上次那个查理找一大堆东西呢，我都不知道他找了什么。太厉害了！对啊，我先进去。我只记得上面这边有个弹簧，我需要拿，好像要应该拿？用网子可以拿，为什么要用网子？有点厉害。可以捞哎，啊！好酷哦，好，我太厉害。哦！金耶，我们获拿到得了弹簧，弹簧到这边就可以用。那画面很精美哈，超美的，好漂亮。然后你看这个人，爱干嘛？喝叫什么？咖啡。真无理。他非得现在读完那本小说吗？对呀、啊，我们在这边把拼小命。屋烧掉，烧掉！好，来，我们来拿打火机烧它，烧不掉。啊，弹簧那时候在哪？这个吗？对，这什么？这是一个不知道什么机关，好像它锁着什么东西吧？你好看这酷里，哦！我们就是它就缺一个弹簧，有开启什么秘密的吗？没有。不知道，现在就是还在查询中。哎呦，门馆开内了，原来是门哦、喔，那也叫 combo。好麻烦哦，看一下还有什么。这里有一个天平，要放什么东西吗？对啊，要我们使用这台天平来称量物品。有什么东西是要称的？肖像跟硬币吗？硬币，肖像跟硬币，不行。行。硬币，不行。到底想要什么？骨头吗？为什么会有骨头？骨头剪刀，有点惊悚。安安哦。GG9981 安安，为什么是 GG9981？ 哟哦，什么跑剧情了？发哦，生了什么命案？好多那什么东西，好可怕！还没上镜面的镜，是吗？哎，没有乱讲，不够旺，砍他，砍他！哎，他坐下来，好乖啊，好乖，摸摸。哎，好可爱啊！这里还有一个像音乐盒的东西，安安哦。音乐乐，灯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好酷哦！像是要用在有一个小男孩房间，小男孩的房间，嗯，正太吗？那是小米，对啊，它有点恐怖，身后的东西有点恐怖。那是小米的玩具，那台木质火车和他房间的相比，明显逊色不少。哦，我知道那个居居是谁了，狗狗什么的哦，中二无极限，他应该是猪猪，我如想。果我能哎、欸、骨头。那就骨给头骨给头他，啦，骨头在哪？耶、yeah, 骨头，哎呀，乖狗狗，那时候我们可以过去了。耶、你好开心啊！最近应该放照这应相该是吧？祖，对对啊，啊，这是祖母吧？太多人了吧，拜托。他们国外的祖母都长这样啊，很酷哎、欸。死了这么多人，不是吧？不是这样吧？没有啊，开玩笑。那要不要先把一些东西书能一点些吗？放？书它不能啊，就是一本书啊，喏，所以我们要把肖像放上去。哦，哎呦，自动，
欸，是不是还有另外一个？它还长树哎、欸，好恶心啊！酷哦，对啊，还有一个，叮，距离这么远，不是要放在旁边吗？所以我们要找到那么多哎、欸，超多的，对啊，好多、哦，全部放上去才能知道家里什么秘密。嗯，应该吧，家族的秘密，说不定偷运毒品，这感觉就很像那个啊，那个叫什么，那个什么《哈利波特》里面那个天狼星他们那个家族的毒品。嗯，就一大堆像一棵树的，超恐怖的、啊，好多人。哎、欸，这边有东西。哎呦，哦，超什么超能物品，那根本跟什么，反正什么超能特工队一样。可以找到飞碟吗？好不好、啊？这里啊，欸、对他们刚刚说这里有一个书，不可。哦，血腥玛丽，血腥玛丽，不是一杯酒吗？对啊，这是一个故事、欸，哎，字好小、啊，超小的。很多年前，在什么什么的一条小村里，几个年轻的女孩接二连三的消失了。人们指责那是那个怪隐士玛丽马蛇拐走了那些孩子。他们认为玛丽绑架那些孩子，好让自己能吸取他们的鲜血，恢复年轻。暴民们毫不迟疑地捉住了巫婆，还把她推到焚火去。我诅咒你们所有人，在大火即将漫及她的双唇前，她狠狠地吼出如下的话：只要牺牲几个，我就能拯救几千上万的人。我能够治好所有疾病。二位的人呐、啊，在我死了之后，我就会在镜子的另一头复活，永远监视着你们。自那晚以后，人们就相信，只要重复玛丽的名字三次，就能什么召唤出，把它召唤出来，哦、就能够把它召唤出来。但谁会这么勇敢，或恶意去这样做呢？那个人会受到诅咒，他的灵魂会困在镜子世界，永远永远和玛丽在一起。对的。哦，好累哦，那字超小的，超级无敌小。暴民们，难道玛丽也有玩奇乐？不是吧？我是阿内吧？刚有人说书架上有亮亮的，是吗？好像不是吧？这里不知道还有个东西可以点，好像没有。没有，书架吗？我看看，随便点可以，疯狂一点点，疯狂吗？这里，哦哦，这里，哦，这是香米，这里缺了一本书，两本吧？哦，好酷哦！哎、哦欸，又有一个肖像，确认，所以我们还缺一个，帅啦！耶、yeah, 嗯，我们要找到一个肖像，先过去。愚昧吗？哦，是愚昧啊！哎呦，它好像是一个有钥匙吗？这是什么？好酷的钥匙！这是什么？我们要被催眠了！啊！火车撞钥匙，好酷哦，好漂亮哎、欸！真的，天哪！啊，他的头就这样不见了，好可、啊、好哀伤，对、啊，好哀伤、啊，就像肖像放上去，然后就被背对了，如此这么哀伤。看这边有什么东西？好像。这个就是真美人，之后再回来放这本。我先回去找小米，小米，玩具给你，这样吗？报纸，屏东出现大灾，就是指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。这么厉害？对啊，超厉害的哦。其实主线是外星人，对不对？火车撞钥匙是哪招？哦，所以是放火车的这个吧？那不是吧？这个孔看起来不像火车啊。哎呀，不是。我先去找小米哈，那画有点小正太，对啊，是有点恐怖。有只手放在那，他手不会酸吗？应该吧，也许蛮酸的，可怜孩子。你看他超恐怖的，然后还有后面这个，哎呦，超恐怖的，他还敢待在那里，有点厉害。对啊，可怕哎、欸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去看那个火车。回家，他的火车，我需要一个火车头。
火车头钥匙是火车头钥匙，把它截下来，是吗？没有开玩笑，不是哎、欸，他应该是要找到一个火车头、欸。我刚不是有捡到一个火车头吗？是哦，就是那个，哦，那个不是，所以我们还要找火车头。这里有东西，这是什么？要放那个吧，望远镜。放望远镜？我没有，可不可以放这个、啊？烟火炮，把房间炸了。把那个烟火咻的射出去，太厉害了，这一点，好烦啊！会不会等下掉下来？好可怕！可以多按几次吗？它那摇晃是有什么意义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摇晃爽，摇晃爽。有没有钥匙可以开它后面那个？没有啊，它现在就是要我们找那……哎、欸，对我们是有什么音乐灯东西可以给它了？这个，对啊，这个。這個哎、欸，我什么时候坐到床上？看你这样子抖音哦。Trying to solve a mystery. I think this train and the sounds coming from the wardrobe are connected. Oh? They both appeared in my room at close to the same time. Same time. 所以我们现在哦，好酷、哦！他手上拿什么？好像一个设计图吧。听说他是一个天才，是哦，天才小朋友，小朋友都待在家里，天才小肥仔，不是啊，天才小屁孩，欸、嗯，火车头吗？说不定，哦，对啦，我觉得刚刚那个有点转不合理，刚那个钥匙插进去都有点不合理。哎呀，有什么东西要跑出来呢？好酷哦，这根本就是魔法柜吧、欸？真的，魔衣橱，那女巫，还有什么？那狮子，还有那什么？纳尼亚，那个我忘记那衣柜的那个、哦，好酷哦！送到另外的地方哎、欸，哎呦，这是火车上哎、欸，这是在火车上哎、欸，有硬币，合适的工具还没有什么吗？烟火，不是炸出来，打火机，没在，好讨厌，来看到什么？这边有一个东西，报纸，一块煤，我要明天看爱与死亡。几年前，凯文和丽莎结婚了。这对新婚夫妇乘着列车踏上蜜月旅途，一切都是如此幸福美满。凯文想对世界大喊出他对新娘的爱，所以他们兴奋地打开车厢窗户。哦、oh, ，no！ 我知道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啊！那一架穷夫，等下会有人掉下去的意思？不是啊，你看。伸出头，张嘴喊出自己的感受，然而他才仅仅吐出我爱这两个字，就被悬挂着的电线切掉了头颅。哎，缩回车厢里的只有一具无头的尸体。由于无法承受这个惨痛的打击，哀伤的丽莎在疯人院里整整了五年。本周她因伤心过度而死去。我们等一下会不会看到那个头啊？不知道、哎。无头鬼，好哀伤哦。好，所以这会看到，这是一个会看到鬼的游戏吗？这里有一个东西，哦，超能物，这里好像有东西，有点错觉，装我的错觉吗？好可怕哦，嗯，应该不会出现，这里可以走哎，车厢，哎、欸，有肖像，醉啦，这个不是丽莎吧？刀刀，哎、欸，剃刀可以那个吗？刮草丛，说不定可以哦。那是列车管理员的东西，他喜欢打牌。拿走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为什么不拿走？我要打牌啊！我要打大老二。这是超能，哦哟，这是密码，密码。怎么猜？啊，不知道。应该会，可能会得到某些讯息。这是保险丝盒，我需要把灯打开。把灯打开。哦。哎呦，它是不是坏掉了？酷哦！我需要工具打开保险丝盒。剃刀？可以用剃刀吗？不行用。煤炭。好像以为这些东西很万能，什么都可以用。什么都用一下。对啊，这个也有东西。电话、欸、硬币放上去。还有，应该还有一个。哎、欸，哦对，还有一个在外面。错搞。这好像对啊，这好像电话的样子。必须把不见的放回去。还有什么东西嘞？这可以按吗？哪个？哦，对，哦，哎，不能那个、啊，
不能拿吗？拿不能拿哦，真是的，这都是给新婚夫妇用的，离婚、啊、给我们啊。这里可以哦，至尊密码，然后是自己的歌，哦，好多谜题哦，真的，点窗户会跑出，没有啊，没有。应该是没有东西啊，我不希望可以看到东西。这边有一个钥匙，有乘客在车厢里，哦，好可怕！敲门，不要去。哎、欸，这里是这是车头哎、欸，对啊，哦，倒转啦，耶、yeah ！是谁给？锅炉生火的，别跟我说这架火车会自己行走，感觉像是发车。我需要把煤粉清理干净，下面可能有一块指示板，能帮我弄停火车。我、哦、需要把它弄停，是不是？所以不弄停的话，可以用这个吗？不会用咖啡哦，咖啡不是倒下去然后清一清就很干净吗？真的奇怪，剃刀也不行。煤炭下去擦一擦，好多东西。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哦，不对，这是超能物品，又是超能。所以我们要再找。哎、欸，这边有木头。哦，这是要干嘛？把所有木材放到左边。拖动滑鼠可疑的木材，就是点击放木材。把所有的木材放到左侧的架子。谢谢帮忙看、啊。这里吧。哦，这样子啊、哦。是吗？嗯、好诡异哦！哎、欸，这样吗？但是要全部放的意思。可能哦。放不下去。哇，这有一点，感觉好像要有一点脑袋动脑，要有一点脑袋。搞咩呢？可以这样子吗？应该可以吧。先把能放的都放一放。哇，长的不行，较高了，这是不是要转个方向？转个方向，嗯，这里真的很白，还是这个比较短，可以放上面。对啊，是要把全部都放上来吗？哦，对，他说所有，这样子这个地方一定会是放这个啊。嗯，可是长的要怎么办？长的看下面，这可对啊，可以放上去。长的那个、啊，下面可以放，你就放下面啊，长的放下面，你把短的移掉上面去。看能不能把长的，会电到，你就放这边，哔哩哔哩。短，剩下一个短的，看要不要放。你说就放也是放下，因为长放不下这里嘛。嗯，然后你说把这个放这边，哦，然后长放这，然后剩下四个放这。哦，好酷哦，卡哇伊。动头脑，好可爱的游戏哦。而且它那个木头放下来的时候，我空跟空，哎，空。耶、yeah ！叮叮叮叮，十块爆米花奖励自己。耶、yeah, 啊！然后嘞，啊、然后嘞，应该会哦，有一个那个魔术师，电子太坚硬，或许加热一下可以让它软下。耶、yeah, ！我有打火机。哎、欸，居然说不能用拿走啊！不是，你不是说，或许加热一下可以能够使它软下来？啊不就啊不就赖打。赖打加热一下啊！加热赖打，赖打不能加热吗？没有这种知识吗？没有哎、欸，都这边好像没什么。咦、嗯？哎、欸，这是烧伤吗？确定。他大概就是工程师，那其他人呢？列车上只有我一个人吗？哦、好可怕啊、哦！好吧，我们先去放烧伤好了。真的没有东西吗？好像没有。真的没有煤炭啊？放煤炭？真假的？要放煤炭吗？不行，太天真了。不行，可能不知道会哪一个放充电炮。
不然我们先回去啊。这个东西不知道用什么刀，剃刀哦，刚好像试过。我们先回去放肖像吧。嗯，这边应该，这边是还有一个东西，可是这个我不知道要怎么办。对啊，就都可以点。那时候查理最后在玩的，嗯，然后就每个都点开来。哦，这没干嘛，应该再连起来吧？煤炭跟打火机跟冲泡融合，不行啊，不行啊，这份融合啊，无法融合，无法融合。把那我们继续去找东西，安安哦，先找洞，安安。仙草洞，这边有东西。仙草洞，可是这个东西是要喂小鸟吃东西。是哦，哎、欸，这边有个爱心。哦，好多好多东西，机关太多了吧？好多东西哟、哦。跟生活起来不很累吗？哎，糟糕，我忘记我几点开始施工。哎，到十一点吧，差不多。哎、欸，要找东西哦。来吧。Oh my god！ 在找什么？西洋剑，然后还有什么手电筒、烟斗、警长的徽章。西洋剑在这。那里这个哦、嗯，针筒，还有什么鼻吸器？伞，伞在哪？伞。哦。我伞在哪里？有扇子，扇子，哦，有扇子吗？嗯，还有什么？可以随便乱按吗？应该是可以啊，不过这就没有乐趣。嗯，骰子，这是骰子吗？我觉得这好像不该。骰子在哪？骰子，五排。手电筒不能拿吗？那是望远镜。哦哦，对，望远镜。警长的徽章。警长的徽章有点困难。嗯，对啊，警长的徽章长怎样？不知道。安安哦，喵喵来嘞。喵喵安安。警长的徽章在这。好阴险的地方。口型在哪？哎、欸，这边有一个勋章，勋章。口琴，你在哪里？哦，这里。汉字我都没帮到什么忙。汉字是不是这个？金。哦，还有什么？烟斗。烟斗在哪？玫瑰。玫瑰这个。还有哦，对，还有灯泡，刚刚忘记。为什么那里会是红色、哦？这是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、欸。刚刚就有吗？嗯。哦，是哦，好。欸，伞好难找、哦。伞应该也是藏的，其实很明显，只是自己都找不到。嗯，这可以拿、欸？这是什么？是这个吗？这叫什么合体？这可以割吗？可以、欸，说不定就在里面。我好厉害啊，超强！你的伞在哪？伞了，伞在哪？伞啊，你在哪里？会不会在影子里？伞，伞，你在哪里？我找不到你了，好难哦！哎呦，拉到后面。雨伞右上角，这里吗？哎，这个伞，这个伞也太阴险，太讨厌了啦！哦，天哪！安安安安哦，后面在闪，真假的？后面有在闪吗？画在闪。哦，画在闪。好啦，哎、欸，这边刚好像有一个问。哦，这个是缺的东西，酷哦、这个还没有找到。对啊，好讨厌。什么东西都缺一个。啊，这个也缺一个。我需要找到合适的钥匙。哦，钥匙。我刚刚要去哪里？哦，对，放肖像画。
飘片化、啊、折叠伞，那个是小伞，那种那个夏威夷放在饮料上面那种小伞。真的，我刚才以为是大伞，太阴险。对，我以为是那种大伞。Hi， Hello， 安安，有，怎么办？我还缺好多东西哦。灯泡可以用在哪里吗？对啊，灯泡可以用在哪里啊？对，还有其他房间吗？我目前知道有这一间跟可以去楼上吗？楼上刚刚就是那个小米的房间啊。哦，这里是小米房间，这边是还有一个放煤炭堆，可以吗？然后可是他说他需要把火扑灭，直接丢进去就好啦。我就想用咖啡洒，可是他就不给我洒、啊。还是你要先去外面用那个看可不可以用剃刀。哦，对哈，剃刀。我身上有药光吗？我去看一下，药光。光药，指这个吗？回家。哦，他是说火车上面有没有要光源的意思吧？哦，看一下，这个吗？这好像光看，好像没有需要。这边有亮亮，就是要水。还是这边？这边有要灯泡吗？灯泡上去，我需要工具打开它。没办法，我觉得我们先去那个外面割草好了。割草，去除草一下。真是的，为什么他不能直接把它烧掉？剃刀没办法把硬币勾出来，刚刚试过了。走喽，那我们用剃刀应该可以了吧？再不行我就要哭了。不行，哭吧。我的妈！剃刀到底是干嘛的、啊？刚硬币也没办法勾啊，不给我勾啊。刮胡不用。那、啊、你这个又是干嘛的？提灯不见了，拿灯泡给你啊，插在你手上。他不给我插啦，后面也没有东西。嗯。难道我要点提示了吗？提示。太弱了，这是已经玩过的东西。哦、那个是一封信，那个第一集的那个。我靠。这个提示可以按哦。可以啊，不过这样子有点逊欸，逊逊的。刚有亮点，有那个点过了，那不行。要继续寻找亮点。把揪，这个一点欸，其中一只眼睛不见了，能在附近找到吗？所以应该在附近的意思吗？你俩灯泡吗？灯泡是你的眼睛吗？不是。替看书的人头发可以吗？把他剃光头吗？所以他的眼睛应该是在这个东西里面。嗯，应该是在这个井哦，好多东西啊，很多东西呢，环环相扣，好麻烦呀、啊！打火机塞进去，可以帮你剃毛，来帮你剃个胡子，帮你剃胡子啊！你不要喝茶，把杯子拿下来。他那杯喝好久，还一直重复的喝，然后里面咖啡永远不会消失，太扯了。这到底可以蹭什么东西啊？煤炭应该是后面要用，烟火到底要在哪里用？不知道哎、欸，最后放鞭炮用。唱片，所以我们还要找唱片哦。嗯。然后有火炉上的女神，火炉上的女神亮亮的，是啊。可是她不给我们称东西啊。她说要我们用这台天平来称量东西，可是他不给我们称啊。你不知道称了要干嘛？对啊，他没有说要我们称，我们都试过了，好难过。煤炭也不给我们称，烟火也不行，有办法？咖啡倒下去，咖啡也不行。安安哦，今天的来宾是乌鸦哦。安安你好，初次见面，可能吧？不行哎、欸，好吧。下面还有一本书，砍掉还是我想想看？好吧，我们按提示好了。按吧。七雷，前面地，他叫我们往回。哦、我以为是地条雷。然后嘞？哦，太好了，他叫我们往回，然后不知道干嘛。提示是可以无限按吗？是可以啦，因为我是用休闲模式。So ga， 这里有个亮亮的，可是它不给我点。有亮点。正在指望。春天的意思，
真的假的？那么要点提示了，好吧？啊，他叫我们上去，太好，感觉有提示跟没提示一样。然后嘞，叫我们去小米那，还是要去火车那？然后叫我们去火车那嘛，是吗？我就知道，亚巴里。你讲那里有点过吗？你讲，那你说，我先进去火车那里啊。他叫我们来这，他应该是要叫我们捡硬币吧？可是硬币捡不出来啊。对呀、啊，也没有东西呀、啊，都用灯泡戳他，戳，还是你要在？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可以请你？对啊，什么东西可以请他？应该也不能用打火机吧、啊？嗯，打火机一烧，怎么不烧起来？棒！那跳车，需要把煤粉清理干净，所以需要马桶。可是那个人可以把它清理。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随便乱讲。想帮他剃胡子，对，一直想拿烟火做点事。对啊，不能做点事。火柴还可以点，就是那个木材。木材啊，不行吧？不行，难过、哦。烧起来。太小了，还是继续，还是按提示好了。继续点击，叫我们用剃刀。What the？等一下，这是什么东西？我需要想办法割断绳子。居然在那里！好难过、哦。哎呦，好狠心哦！我不敢点的，对吧？对哦。哎呀，好狠心哦！啊！骷髅的把手，耶、yeah ！好可怕哦！冲不过了，真的发生什么事？是血吗？是，不是，那是番茄酱。我是番茄酱，我用咖啡帮你调一下。好可怕哦！我最讨厌这种发生事故的火车。有，所以我们那个把手可以装住。耶、yeah, yeah ，打开。下回就不能一次转开吗？好，打开了。哦，熊熊烈火，熊熊的烈火，好吃一个棒棒。来，我喂你啊！哦，好多东西啊、哦！汤匙在哪？汤匙，好难找、哦、这里。还有什么东西？汤匙挂手，这里刚刚好像是给按挂手。还有 C 型甲，螺母是什么东西？螺母应该是螺丝帽吧？哦，螺丝起子是要酸哪里？这个，嗯，哦，哇，厉害！那就是螺母。耶、yeah, ，螺母。还有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？哦，有一只手，时钟。哪里有时钟？这个吗？呀、yeah, 哦，真的耶，超强！松果，这里。钥匙 ，X 这种东西 ，X 在哪？还是这附近可以点些什么东西吗？又乱点。哦、嗯，这里可以调查哎、欸，这里有东西，里面有东西，脚印、钥匙，还有我扑克牌 B X， 原来 X 是那个，还有东西，左上有羽毛，左上羽毛在哪里呀、啊？左上有羽毛，这个吗？嗯，どこ？どこにいる？还是刚刚那个、哦、走到一个鹰嘴树，一片面包 free， 还有防热手套。我刚疑似有看到的，对，哦这个，你随便点都有。哎呀，那声音好猥亵、哦，好可怕、哦。对啊，哎呀，有骨头在这里耶，好猥亵、哦。可以拿吗？火炉左上，火炉左上，这里吗？没有啊，火炉左上有羽毛。哦、嗯、哦，这里这里。哦哦，这隐藏的好那个、哦，超隐秘。镊子，观众超强。这里有一个
哦，这是刚刚看过。莫名其妙。镊子、汤匙、汤匙、锥子跟 C 型夹。好难哦，超难的。C 型夹。C 型夹。我不知道，锥子找到。汤匙。当时那个火车声音好可怕哦，超恐怖！我差点往回，往回的话会重找吗？不知道，可能吧。在右上，我找地的右上。哦，对，哇，哦，是吗？没，是不是啊？还是在这附近？这个不是吸引夹吗？这是体铁。可能吧，左上过嘞。左上的范围其实很广，那是马蹄。那是马蹄。难够。汤匙。这是 C 型夹。这是 C 型夹。看不太出来。看不出来，我根本就不知道那个叫 C 型夹。结果顺畅处。汤匙怎么很难找啊？明明这么显眼，应该很显眼，很好认的东西。真的，你的手机有没有？哦，吓我一跳了，传出那欢乐声。绳子旁边。哦，眼睛好利。可以拿斧头劈那个屁孩？不要啦，麦安妮。镊子啊，镊子是可以拿、那個、拿硬币，硬币。耶、yeah. ！硬币耶！耶！我拿到硬币了，然后这个窗户真的好恐怖。不是它，我先去那个哎、欸，有硬币的这边吗？然后上面呀，突然有了大突破。Yes， 哟！然后嘞，转转转，一。哦，好复杂哦！应该是要把它转回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对啊，可是等一下，这是一个一，这是哦，这是所以你要先把一转到上面吗？不对，我应该先把顺序弄好。嗯，可是这样好难、哦。然后再转，想一下。然后只会在这最下面的，它只会换这两个。嗯，所以十要换到十一前，十、十一，嗯，一二，这样蛮复杂的。嗯，慢慢来。四五三四五六六，再换。Oh my god！ 这样子我应该，我是不是要从一这边开始换啊？嗯，一的话，二在哪里？二在一旁边。二在一旁边，然后三在对面。三在那边，三过去把三放过去，然后再放过来，嗯，然后四在旁边，四在旁边，然后五那边，好，六在上面，然后是七。还蛮顺利的嘛，八九十十一十二，哎，可以啦。看要不要再转一圈看看，这样会发生什么事？请想想上面的数字啊，提示神，提示神。哦哦，对，所以是我要把它调回这样子吗？哦，有了，就是弄得像时钟一样，十、哦、二点。呜、哦，好酷啊！旋转吧，硬币。啊，所以什么东西都没哦，有开了。哦，钥匙，好的钥匙哦，全部拿走。可以拿吗？可以全部拿吗？不行，只拿一把。不行。哦，所以我们是，哦，开隔壁房间。对，应该是要开隔壁房间。不过已经46分了。好啦，那我们今天这集就差不多先结束到这啦。呀，那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可以自己我下方按个喜欢和订阅，关注我们动态。
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